来新闻大白话，接下来我想要问国涵说，我们都有去过香港，对，但是去到香港，很多人会挑一个游乐园会去。如果是我的话，我应该是挑迪士尼，但很多人会去这个海洋公园。你有去过海洋公园吗？小时候好像有跟爸妈一起去过，这好像在以前是一个还算是蛮有名的景点。对，还蛮有名的景点，而且呢，也是很多老香港的回忆。但是现在要破产了，因为从一月份开到现在，1月26号暂停开放到现在，长达3个月都是零收入。而且我们来看到港媒是怎么说的呢？它是这个当地的地标海洋公园确定在6月底要破产了，到时候超过2000名的员工要失业，而且7000多只的动物没地方去。为什么呢？其实就是因为钱的关系啦，像是刚刚说的停业3个月，总开销其实有这个5亿港币，是19.3亿的台币，营收短缺已经2亿元了，是1977年开幕到现在40年来首次向政府来求援拨款。不过现在呢，这个在疫情当下，乐园都是没有人的。因为像以这个海洋公园，我看了一下他去年的财报，他去年公布的财报，从2018年到2019年，他的年度本来就是亏损的，而且他已经连续亏损到今年是第5年的状况了。那他去年一年的亏损就是5亿港币，对。所以也就是说，在新冠肺炎的疫情期间，你看他停业3个月。就亏了去年一整年的亏损呢，所以等于说光是3个月就亏了一年呢，抵了去年一年。对对对，所以难怪他根本就是长期处于入不敷出的状况。而且像这样子的动物园，我们刚刚等一下也可以看到很多，其实世界上其他的动物园或这样子的公园都面临同样的处境。因为像现在很多的国家都实施封城或是管制，那你说博物馆或是艺术村也好，因为他们毕竟是展览品，你说直接关掉还省了水电，但动物园没办法啊，动物每天动物要吃，要吃，然后还有人照顾他们，那些成本都是省不了的，所以他们如果没有营收，那根本就是入不敷出啦，就等于说没有营收，你还要把钱再丢出去喂这些动物。所以说，但现在大家也在担心说，这个香港的老地标真的要留下来吗？港府就说了，不论说香港公园会不会重开，目前如果没有任何的新的资金支持的话，预计在6月要破产了。而且特区政府之前还有拨钱救他们，是30亿港币，还蛮多的，大约是115.7亿的台币，会用在偿还商业的贷款啦，延迟政府还款以及继续营运等等。不过目前看起来是，如果真的钱都没有办法付下去的话，当然凶多吉少。当然我们来看到这是香港的海洋公园，再来英国最老的动物园也出事啦。这个最老的动物园我也有去过，因为它在英国算是一个蛮知名的景点，叫做伦敦动物园。那这个动物园它不但是世界上最古老的动物园，它也是全世界第一个开放式接触动物的动物园。所以我可以近距离跟动物接触，住在这边啊。在以前的时候，动物园都是比较有一段距离的，动物都是养在笼子里面或栅栏里面。那像现在我们去木栅动物园，有时候是不是可以体验式的，比方说抱抱无尾熊，或是跟一些动物有一些亲密接触，就是从这个动物园先开始的。然后它一开始成立的时候，它还蛮特别，它是一个算是动物研究学会一个 foundation， 他们的基金会在后面支持这个动物园。一开始是为了研究，那后来发现，因为他们收藏的物种的种类很多，你看它有18000多只的动物，种类也是全英国最多的，所以后来就开放给外界来参观。但问题是，参观的时候你要有门票的收入才可以营运嘛，他们没有拿政府的钱，完全是自己自足，完全是那个基金会自己自足，在依靠门票的收入。那现在已经没有门票收入的情况之下，光靠基金会就会有点就是绝对饱粮，对，撑不下去。而且呢，甚至还有动物园开出了死亡名单，这是在哪里呢？是德国的新明斯特动物园传出列出了一张死亡名单哦，打算在资金不足的时候把这些可能是比较次要的动物稍微切一切处理一下，然后来喂这些明星的动物。而且呢，园长就说了，在最糟最糟的状况之下，如果我没有任何的钱可以购买食物，我才会把部分的动物杀了喂给其他的动物食物。听起来真的是让我会觉得非常难过了。而且到底要怎么挑这些动物，相信这当然是动物园的管理人员非常难以抉择的事情。但我就想问一下说，当然我们历经了今年第一季
其实我们台湾也是能不出去就不出去，动物园想必人也蛮少的。对，如果是台北市立动物园，会发生这样的状况？因为我刚刚上去木栅动物园看了一下他去年度的财报，我想要知道经营一个动物园要花到底要花多少钱、啊？到底要花多少钱？我发现其实还蛮可观的。以木栅动物园来讲，他在去年一整年的一个花费就高达1亿元，这么多？对，花了1亿元在养动物，在养动物。因为他其实一开门做生意，他不但像刚志宇提到的，你要动物的饲料的费用，然后照顾他们的人员的费用，然后你整个园区的经营跟管理、水电费，然后有些动物的园区还要进行修缮跟维护，加上这些费用，他光靠门票，我记得以木栅动物园来讲的话，他去年整个的花费是1亿7000多万，他的门票的营收有1亿2000多万，那所以光卖门票是不够，对，其实5000多万怎么来，怎么去补它？比方说他们有做一些动物的研究，对，或者说厂区的可能对外的租赁，比方说你跟他租场地，这些场地的费用也算在，对，也算在动物园的一个营收里面，所以整个加上来才有办法去 cover 一个动物园它一年的营运。我也想问，就是打平呢，还是有赚呢？是以动物以木栅动物园来讲，可能大家也都蛮支持的，所以目前来讲营运都还 OK，是有略略超出的，所以他才可以继续经营，因为每一年的状况会不一样。如果一直打平也没有办法玩下去。对，所以他每一年会高高低低，去年还表现的还不错，不过今年怎么样就会不知道。对，这也是大家比较担心的部分。不过现在有很多的动物园想些新花招，比如说请了明星。动物，我们就要来看到是树懒了。这是凤凰城动物园他拍的影片，一起来看。哇，树懒其实现在也是大家心目中的人气动物啦，因为光看它这样懒懒的，跟这个。里头的保育人员的手啊，这样勾一下，其实也让人觉得心情蛮不错的。感觉是一个蛮有趣的互动。对，结果呢，就是因为这一段让他们出来卖萌的影片，让这个收视率有点阅率飙升了350%，真的是非常多。其实这是一个影音网站啦，它让一只4岁的树懒来卖萌，而且呢大受欢迎，甚至呢，其实看这影片的价格是有售价的，从$25提升到$50，而且当中的收看率啦，还有这个点击率都蛮高的。而且奥克兰的旧金山的奥克兰动物园也启动了线上订阅计划，每天都会有一些动物园幕后的影片让大家来看，然后每个月是收费14.95美金啦。当然这样子让大家看到动物的幕后，也算是如果我今天没有办法去动物园，让大家觉得过过干瘾也好，感觉是一个蛮棒的行销手法。因为如果我受到宵禁的一些管制或是封城的管理，我没有办法出门，我就会想要在家里用线上的方法去取得一些我要的资讯，那搞不好这件事情是我自己亲自去动物园都不一定会注意到的细节，但现在却被他们捕捉了一个幕后，搞不好我也愿意花这个费用去收看。但现在呢还有很多人来用认养动物啦，比如说黄明志就说了，他其实在马来西亚国家动物园里头以前是靠门票还有出租空间来维持整个动物园的营运，跟台湾还蛮类似的，但是呢现在还可以认养动物，像是呢这个黄明志就说了，他认养了4只，哪4只包括是马来貘，还有沙拉越犀鸟，婆罗洲角蛙，还有蚯蚓虫。相信大家比较不会认养这些动物，但是呢因为它们非常重要，它是马来西亚的稀有动物，所以黄明志就希望抛砖引玉啦，让大家也都可以来救救这些动物。再来我们就要讨论到了，当然动物很辛苦，现在大陆其实大家也在关心的说，这个吉林跟武汉难道又有危机了吗？像是在吉林哦，在昨天传出了一个比较紧张的画面，说要开始封路，难道是要封城了吗？我们先来看到这个画面。这个卖场里头都是人，而且大家看到的就是在公路的部分，在昨天晚上其实都是陆续的来封，而且来
增设闸口，就是要管制人流的进出。所以大家看到这个画面就非常担心，说有没有可能，该不会吉林变成下一个武汉了？难道吉林也要封城了吗？不过在今天早上，吉林市的官宣，他官宣说什么呢？我们没有要封城，但是我实施封闭式管理。但是所谓的封闭式管理，其他很多地方也都陆续关闭。比如说我们刚刚看到画面是看到公路的部分，对，现在连铁路也要吗？对，他说13号早上6点开始，吉林火车站就关闭了。那这样关闭的话，就代表进出上就会受到一些限制。对，这个其实跟武汉一开始封城好像有点接近，就是大家在想说，这个模式好像蛮像的，因为我已经是等于说，我已经好，我公路、铁路都关了，等于说我是限制人民进出嘛。对。这就是封城的前奏曲的感觉，因为当时武汉也是一阶段、二阶段，逐渐的把公路跟铁路封掉。那加上，因为现在武汉虽然感觉上状况稍微好一点，但是吉林好像一直都还没有，而且现在又有反弹的趋势。对，因为在之前呢，整个大陆基本上都是呈现一个低风险，但没有想到就在这几天哦，像是在大陆就说了，在12号新增的确诊病例有7例，好，这7例当中，有6例是来到吉林省，所以就是也担心说，这个吉林省有可能有疫情升温的状况。现在吉林省的这个舒兰市都是这个高风险的区块，所以如果今天我在其他的省份看到这个从吉林舒兰市来的人，都会非常紧张。比如说像哈尔滨跟沈阳，是不是都有一些管制的措施？对，因为像现在哈尔滨的官宣，他就有说，如果有这个吉林舒兰市的旅游史或居住史的人员，都要进行加强的管控。理由就是跟刚刚志宇提到的很像，因为其实现在舒兰是所谓的高风险，然后可怕的就是说，其实这一些确诊案例来自吉林还有舒兰的个案，他们都还没找出来源。对，所以其实大家在这种风险管控上就会特别的担心，就会希望把他们尽量限缩在一个范围里面。那他们不但要集中隔离观察14天，还要再居家隔离14天。这样加起来就一个月过去了，28天哎，一个月过去了就都没有办法上班这样子，然后还要经过3次的核酸检测。核酸检测现在也是大家在推的一个可以做的项目，对，就是持续的来观察说，有没有被感染。再来沈阳市也有一些做法。对，沈阳市的官宣就有提到说，也是针对舒兰，就是我们刚刚提到的高风险，他来往返回的沈阳的这些人员他也要进行集中隔离14天，就是要确保说到底病毒的一个感染的情况。虽然这个天数没有像哈尔滨这么长了，但可以感觉得出来，其实现在当地在大陆这个地方呢，对整个吉林的管控是又在升级，又在更加的严格一点。大家就很担心说，吉林会不会变成下一个武汉呢？但是在武汉的部分，最近疫情也有反弹的迹象。我们来看到这个画面。好，大家可以看到这个画面哦，就是很多在武汉市里头的人出来，然后来执行、来进行所谓的普筛检测的画面，可以看到人非常多，也是希望透过这样的方式呢，让整个武汉的疫情可以再度的和缓下来。所以我们就来看到的是，武汉现在整个市都展开了全员新冠病毒的核酸检测。为什么要这么做？因为这个核酸检测，我去采访过，他们形容当时那个时候我们不是在一直进行确诊嘛？前一阶段的时候就想要赶快进行，每个国家像包括台湾也有在做确诊。那像比方说从境外进来的，我们应该大家都有看，在画面当中都有看到，就拿一个长长的棉花棒插进去，那看起来很痛其实它插的部位还蛮深的，它想要取得你口腔黏膜内的一些细胞，然后它来做类似像这样的确诊的检测。那其实这个新冠病毒的核酸检测，一方面算是那个的更超前的阶段，它可以知道说你到底有没有得过新冠病毒。你说是不是？即使我好，现在没有症状，我去检测了，我还是可以被验出来。现在甚至有些算是抗体检测，搞不好其实大家都曾经有接触过或感染过，已经好了，已经算是确诊过，但是已经痊愈了。那如果透过这个核酸检测，其实可以加速所谓的开放。现在大家都想说，我们已经封闭了非常的久一段时间了，到底什么时候可以重新启动经济？因为经济是一个很大的压力。对，所以我相信世界各国一定都在经济复苏的压力之下，想要赶快推动新冠病毒的核酸检测，如果大家都通过，就可以开放了。对，
但是现在武汉是一个开放状态啦，但是大家讨论说，好，你要全部哦，大家看到是全员都要进行所谓的核酸检测，而且十天要做完，所以有人说，行人说不可能人的，为什么？因为光是武汉是几个人啊？1100万个人呢，这有办法做到吗？因为1100万人来讲的话，它常态人口1100万，如果在十天的话，就是这样除一除，一天要做110万了。因为我记得我看这个和去氧核糖核酸的这个检测，它从采集到确诊，其实速度很快，但也要几分钟的时间，就算两三分钟好了，一天24个小时，也只有1400多。分钟啊，就如果让检测人员马不停蹄，日夜这样子一直这样测，一直这样测，这样测也是花了很多时间。对啊，也应该没有办法可以做到110万人呢。你看，像美国每日的普筛量现在是每日15万，那在美国这样子大规模的一个境内这样去做，都只能做到150000人，要做到110万啊，听起来真的是不可能，其实感觉真的是不可能的任务。而且好，第一个我们刚看到是人力的部分哦，再来还要注意到是钱的部分，因为这个河北的核酸试剂，光是试剂哦，一支多少钱呢？单价大概是台币的70到100块钱，所以如果整个武汉全部都要做的话，要花2亿4000万。所以这样子，不管是人力跟物力，还有钱财力的部分，欸，都会让人觉得真的是个不可能的任务。不过这现在大家可以看得出来，整个大陆还是非常重要，用一个高规的方式来对待，就是因为现在在武汉也都是一直大家都非常关心这个区块。昨天我们也跟大家说了，在这边新增了6名的感染者，而且是在4月8号解封之后新增的病例，所以这么样的严厉以对，严格以对，就是担心说，哎，会不会这个包括可能出现下一个武汉在吉林，甚至还有在武汉又出现新的病例，导致疫情升威，这就是大家还有这个在大陆非常担心的。